Hello， 大家好，我系 Hedy。 六月用什么好似不是拍了很久了，记忆很犹新，为什么那么快就要拍七月用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今个月的 IG Story 呢应该烧到大家冚冚声，很多产品呢询问度都极高啦，所以我就想着快点用了它们啦，然后拍一个初步用后感给大家，告诉大家今个月的东西真的好烧的。第一样想分享的呢，就是我望穿秋水在香港终于买得回的 Moderniner 啦。它现在 rebrand 了叫做 Yuzu UZU， 其实不难认的，因为呢这个是旧版本，它们的外形一模一样的。咁我手头上呢一支浅色嘅咧就系啡色啦，因为我唔太中意佢哋个啡色太浅色啦，一路都等紧佢哋嘅啡黑色出翻嚟咧，终于等到啦！我可以俾大家望下个分别，呢一支咧系本身 Moderniner 嘅啡色啦，呢一个就系我最中意嘅啡黑色。你见到咧佢嗰啲墨水系多么的饱和啦，然后个颜色咧系冇黑色咁死实咁恶嘅感觉。重点咧就系我啱啱先至画完啦，已经唔会咁容易捽散噶啦。我喺揾翻佢之前咧，一路都系用 iProof 去做替代品，都满意嘅。因为中间我都转过好多唔同嘅眼线笔咧，系唔中意用，我净系会用呢一个嘅啫。咁但系因为我揾得翻我嘅人生最爱啦，我嘅情意结咧，咁所以二话不说我就买翻呢个 Yuzu 翻嚟啦。应该仲有少少墨可以俾大家望到咧，其实个颜色是介乎于两者中间的，它一样都是不容易去甩的，你会看到是不是啊？没有剪的这一段，所以呢其实它真的好用的。但是呢我觉得颜色上我都是喜欢 Moderniner 多一点，这款给大家看看个样子。两款都是啡黑色的， iProof 咧喺 Cosmetic Store 嗰买到，但是 Yuzu 咧我唔见佢哋有卖住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去 Donkey 或者系 Watsons 嗰度睇下，我都系喺呢两个地方嗰度见过嘅啫。然后下一样要分享嘅咧就系每一次我护肤需要短时间急救嘅一个神器 Foreo 嘅 UFO 2 w 啦。呢一部机咧其实我收到已经有两个月嘅时间噶啦，而点解而家先至拍片分享呢，就系、是、我想试多啲唔同功能，先同大家讲下我嘅感受啊！我自己觉得佢最大嘅一个卖点咧，就系可以喺两分钟之内做到平时15至20分钟嘅护肤步骤啦，就好似一个两分钟嘅超级导入 facial 咁样。无论系配合佢哋官方唔同功能嘅一啲面膜啦，或者系自己嘅护肤品，咁跟住再用 Foreo 嘅 UFO 2 w 加速成个护肤嘅步伐咧，佢哋嘅导入吸收效果都会更加好啦，而且非常之方便的。我对呢部机印象最深刻咧，就系、是、有一晚我饮酒饮到凌晨3、4点先翻屋企啦，跟住系冲完凉，块面扯到干晒啦，俾酒精，系好想敷一个 mask， 但系非常之眼瞓。咁我就攞咗呢部 UFO 2 w 嘅机出嚟，再加埋佢哋呢一款嘅面膜。唔好睇少呢两分钟啊，其实部机咧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噶。首先佢有热能可以帮助打开毛孔，加速精华吸收啦，然后佢会震动，促进呢个血液循环。第二招。面色都冇咁惨淡啊嘛，跟住之后咧，佢有唔同嘅 LED 灯，咁佢哋有唔同嘅功效，例如而家蓝光咧系可以抗痘啦，然后红光咧系可以做到紧致，咁仲有其他唔同嘅光咧就有唔同嘅功效啦，咁样咧系可以帮助改善我哋嘅肌肤素质，仲有最后嘅 Cooling Mode 咧系可以帮助收缩毛孔啦，锁住精华锁定喺肌肤入边。完成咗呢两分钟之后咧，我就乜都唔理去瞓觉啦。第二招先至系惊喜所在，个皮肤嘅饱满度咧系完全唔似挨咗一晚夜啦，系冇嗰种干柴嘅感觉，非常之 impress 噶。咁然后另一样嘢咧，我都经常会用，就系佢哋嘅眼膜啦。大家都知道我6点半起身做运动噶啦，话唔攰话唔眼瞓咧就呃你嘅。咁所以咧，我有阵时都会用佢哋呢个90秒嘅眼膜程式啦，里边有晒热敷、震动同埋冷冻模式咧。咁就可以令到成个人好醒神啦，隻眼咧亦都冇咁肿噶。咁所以喺呢段时间用落咧，我系觉得佢真系一个急救啦，
充电皮肤的一个神器来的，同埋它的操作呢是非常之简单啦，连我这个科技白痴的人都用得到呢，大家绝对没问题，没藉口说自己没时间护肤的啦。咁同埋有啲朋友仔呢有问过佢哋嗰啲官方 mask 会唔会好贵啦，其实 affordable 㗎，有啲係80多蚊已经有七块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一啲好忙嘅朋友仔啦，冇时间做护肤嘅朋友仔呢，佢真係你嘅恩物。嚟到第三样嘢呢，就係、是、有好多朋友仔同我讲佢哋已经用开好正，叫我快啲试。我试完之后呢，真係觉得一定要介绍 Caudalie 呢一个葡萄籽急救保湿精华。这个粉红色的磨砂玻璃樽包装呢，是他们全新升级版来的。很多朋友仔说他们由旧版本白色包装呢已经开始很喜欢用的了，质地呢是很正的。这一款精华一支出来呢是乳白色的，然后你一推呢它就会即刻变透明啦，很水啦。你不可以说它是清爽，但是呢有一种好柔软嘅感觉噶，闻落去咧系好 signature Caudalie 嗰种好清新嘅味道啦，我觉得系好似西柚噶。咁然后佢个 texture 咧系除咗保湿之外，我觉得有滋润感噶。咁所以日头咧，我而家系搽完佢，唔需要搽任何嘅 cream 啦，咁就觉得全日都已经好足够噶啦。就算喺冷气地方咧，都唔怕扯干皮肤咧，系好舒服嘅一个精华嚟嘅。再嚟就係今个月劲多人问我会唔会入手 Little Stardust 最新出嘅物理防晒啦。我係即刻开即刻用啦，太多人问我嘅用后感啦。一嚟乜嘢都唔好讲，俾大家望下佢嘅質地啦。一个物理防晒仲要擠出嚟係白色，你会觉得一定好厚啦，一定会係白赖晒泛白啦。绝对冇，你见唔见到啊？劲好推啦，劲水润啦，系透明冇色噶，嗰、wow. 个光泽咧，同平时我哋嗰啲物理防晒个印象咧，完全唔一样啊！因为呢一个系佢哋冇色啦，芦荟亦都系最保湿嗰一种嚟嘅，咁我觉得一定我最中意系佢噶啦。咁然后咧，我就再用另外呢一支粉红色，我本身对佢咧系冇乜期望，我系好唔中意粉红色嘅 base 噶。我用喺另一只手俾大家望下咧，佢系淡淡地嘅粉红色啦，一样你望到佢咧，哇咁结身咧，好似奶嘢咁样啦，但系搽出嚟见到吗？它是有少少的润色提亮效果，但是一样咁水润，一样都是咁好推。两款之中我而家是比较喜意粉红色呢一支嘅，因为咧搽完之后你会觉得、啊、自己望落去冇咁暗沉啦，但是绝对唔夸张。然后咧我知道入秋啦、入冬嘅时候咧，我一定系中意雾色呢一支噶啦，因为佢嘅保湿效果咧系更加好啦，直情系似一个 skin care 嘅感觉噶。我而家擠出嚟咧就系、是、肤色嗰一支啦，咁其实咧你会见到佢唔系话好深色，好似粉底咁样推出嚟咧，系比头先嗰啲嘅遮瑕岛个厚度咧都多少少嘅。佢嘅感觉系有啲似 Little Stardust 另一条 line Soul Skin 嘅一个物理防晒。呢一款咧都一样系擠出嚟比较肤色啦、挺身嘅，咁然后搽出嚟咧都系差唔多。大家会见到嗰个手臂色差位咧，两者真系好相似嘅。如果你问我有咩分别嘅话咧 ，Soul Skin 呢一款咧摸落去系清爽啲嘅，然后 Starry Tail 咧系有一个保湿感，只不过系冇头先嗰两款咧咁强烈嘅啫。咁佢哋适合啲咩人呢？就系、是、平时都系用一啲有色防晒当底妆出街嘅人咧，佢哋有遮瑕到嘅，只不过对我嚟讲咧，佢哋遮我嘅黑眼圈咧又遮唔晒啦，因为太强劲啦。然后咧肤色对我嚟讲咧系有少少白咗啲啲，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冇我咁黑啦，咁跟住平时用开差唔多呢啲肤色嘅有色防晒咧，我觉得就可以揀佢啦。最后就係浅蓝色嘅呢一款啦，擠出嚟俾大家望下先。我觉得佢係咁多支之中呢最结身嘅，咁同埋推出嚟嘅时候呢，你会见到呢都係有少少厚度。咁嗰种颜色呢你唔会觉得明显地蓝蓝绿绿咗，但係呢如果你係块面有好多红印嘅话呢，佢都係可以修饰到嘅。四款之中呢佢係最清爽嘅，无论颜色或者質地方面呢，我都相信佢係设计俾一啲油性或者痘痘肌嘅朋友仔，因为摸落去呢佢冇头先嗰啲保湿感，反而多咗一个粉粉雾雾嘅感觉啦，有机会佢可以做到控油嘅，
但系呢个咧就大家睇其他 review 嘅参考啦。我系 test 唔到控油呢一样嘢嘅。跟住落嚟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出完 IG story 之后回响非常之大，劲多观众问，甚至有啲观众咧系比我更加熟悉，就系十邦嘅2021 Tokyo 东京系列啦。咁我知道佢哋每一年咧都会有啲限定版啦。呢一个咧其实上年都有出嘅，因为东京奥运啦延迟咗去到今年，所以今年咧就再度推出，都系有观众话俾我知咧，我先至留意得到嘅啫。佢个味道咧系非常之香啦，个包装一寄到嚟咧，我妈咪已经抢走咗个盒啦，佢系话劲靓同埋劲香啦。大家知道我系好中意十邦嘅产品啦，我之前都介绍过几样噶啦。呢、这个 shower oil 咧，其实我以前都用过好多支，咁但系咧，如果而家呢个夏天嘅天气咁热咧，我就觉得有少少粒啊，系要夜晚开冷气先至用得到嘅啫。如果日头冲凉咧，我就会觉得佢太过滋润啦。但系咧，佢哋同系列出咗呢一个嘅 body jelly 咧，系好清爽。佢咧如果要形容咧，我会觉得似一个 day cream 咁样啦，好容易推啦，跟住之后做到滋润得嚟系好薄好清爽嘅。大家俾我感受咗两秒先，因为真系好香啊！佢系嗰种偏花香嘅味道嚟嘅。非常之有香水嘅感觉啦，因为佢系有初调、中调同埋基调啦，同埋好多朋友仔咧问我，究竟香唔香啊？香唔香啊？十邦有啲乜嘢系唔香嘅？我真系用咗好多年啦，由十邦未嚟香港咧，我已经喺日本买佢哋嘅产品噶啦，咁所以咧，我真系佢哋忠实嘅 fans 嚟噶。然后大家超级眼力留意到我的一条颈链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带住同大家分享分享，佢系一条好闪啦，你以为系钻石，其实唔系，佢叫做莫桑石啊。我而家手上面呢一只戒指咧就系真嘅钻石，咁个 size 有啲唔同嘅，佢系一卡啦，咁然后呢一个嘅颈链咧就系50分，大家唔使咁紧张，佢唔系求婚戒指嚟噶吓。你会见到咧喺冇光嘅情况底下啦，前面冇打灯咧，佢哋个闪咧程度咧系不遑多让嘅。就算咧，我而家打咗灯都好啦，佢哋都似噶。大家成日听苏联石嗰类咧，个硬度系冇莫桑石咁高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要揾类似钻石嘅一啲饰物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一下。佢嘅价格咧，比起真嘅钻石咧，系争非常之远嘅。呢一条颈链咧，大约500多元啦。咁然后我呢只戒指啦，咁当然个卡数又大好多啦。但系十几年前买咧，都已经要去到70,000元噶啦。佢亦都有出一啲嘅耳环噶，因为咧我系有三个耳窿啦。咁我觉得佢好适合咧，就系衬喺一啲耳环嘅隔篱咧，系好闪嘅一样都系。嚟到最后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个 app， 我揾咗超级耐咧，终于揾到一个好啱我自己用嘅日历啊！佢个名咧就叫做 Palu， 佢对唔对到焦咧就系呢个粉红色嘅 app 啊！一弹入去之后咧，大家可以睇到我8月嘅 schedule 啦，咁我系未写嘅，放心。咁你会求其督一日咧？佢係空白噶，你鍾意點樣畫都得啦。跟住呢係會有一啲嘅印章呢，譬如約咗朋友睇戲嘅，咁你就可以擺嗰個戲嘅呢一個 stamp 呢喺附近。因為我好老土㗎，之前呢都真係用一本簿呢寫低晒嗰啲行事歷啦，但係呢好少帶出街啦，有陣時喺街嗰度呢有人約起上嚟呢都唔知嗰日得唔得閒啦。咁然後呢一個呢唔會帶 iPad 出街㗎嘛，但係佢可以升到去電話都有同一個 app 呢係可以睇得到啦，所以我覺得係好方便啦。如果大家我唔知道，可能你哋會有其他更加好嘅一啲 app 咧，可以推介我啦，或者可以一啲美輪美換咧，都話得俾我知嘅。但係最近咧，我覺得由簡單開始，由入門開始咧，呢一個都唔錯噶。啱啱拍到冇電，我爭個 ending 咋。雖然咧同上次條片唔係隔咗好耐啦，但係咧真係有好多好正嘅嘢，好想同大家分享啦。好期待嚟緊嗰幾個月咧，喺呢個用什麼系列，仲有啲乜嘢可以燒大家啦。咁 anyway 啦。今日要分享嘅嘢咧就系以上咁多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个 channel。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逢星期六晏昼3点同埋星期日晏昼12点。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